大师姐，这下你可跑不了了吧？你快放开我！不错，功夫见长。老东西，这回找我又有什么事儿啊？这是老子貌美如花的五位女徒弟，这是老子一辈子打下的江山，今天只要你赢了，这些东西都是你。老东，就算十个你也不是我对手，五位师姐我就要定了。五位师姐我就要定了。这是我珍藏了30年62步的毒兽，今天谁要是喝趴下了，谁就是怂蛋。哼，来呀、啊，谁怕谁呀？来，老头儿，就你这酒量，还想糊弄我？瞧你那怂样吧！哎，爱美女不爱江山是吧？老子偏要把这个江山拿着吧你！哎呀，皇令的掌权人终于给让出去了。大师姐呀、啊！大师姐，这可是在玩火吧？先把你吃掉啊！啊！臭小子，现在可不是时候，我们五个师姐可承受不了你的先天直阳之体，你呀必须要找一个先天直阴之体的女子，阴阳调节，跟着阳气散出去之后才能和我们几位姐妹。哎呀，你说这么漂亮五个师姐摆在我面前，这光能看不能吃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还不如死了算了，这是。行了，臭小子，把自己说的那么可怜，你大师姐我呀，早就帮你物色了一个先天之阴之体。真的？人在哪儿？江城秦家，秦以沫。秦以沫、哎，有你这么好干吗？人家秦以沫好歹也是江城第一大美女，而你呀，绰绰有余。哎呀，还是我大师姐对我好啊！谢谢大师姐。那我现在就去江城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这好歹也是见你的未来老婆，你就打算穿成这样啊？我穿成这样怎么了？我觉得我现在这样穿舒服。第一印象很重要，人靠衣装，你懂不懂？人家秦以沫好歹也是家族大小姐，你以前那些衣服呢？你得支棱起来呀、啊！那这张卡里的钱不够你花一阵子的了，去吧。可是我舍不得大师姐嘛，来，先亲一口。啊！臭小子，你要是再敢臭屁，你信不信我请求你死？别！
去吧。哎呀！这姑娘长得倒是挺漂亮，只可惜是个残疾。可不是嘛，这么漂亮的妹妹却坐上了轮椅，真是倒霉。不过，这要是放在家里，倒是挺养眼的。看什么看？赶紧滚蛋！看什么看？怎么赶紧滚蛋？如愿，没事的。他们怎么说的？都让他们说去。大小姐，等您重新站起来的那一天，那些曾经嘲讽您、看不起您的人，一定会对您大跌眼镜。哟，这不是秦家的残废大小姐？如愿，我们走。哎，从哪去？何依林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这不是见到老朋友？我跟你才不是朋友。秦宇，你破坏还以为你是个秦家的天之骄子，全世界的你，现在的你，不是只能做到人质，一个小丑罢了。一个残废还出来买衣服，穿的是你看，连站都站不起来，矮了不矮？你们说，我们秦大小姐买这些漂亮衣服，不会是为了要勾引男人？就她这样的，哪个男人看得上她呀？那有些变态最喜欢长得好看，身体却残疾的。哎呦，秦大小姐，你别这样瞪着我呀，人家好怕怕呢。秦一墨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可那又能怎么样？你还能打我不成？有本事呀，就站起来。哎呦呦，秦大小姐，你这是要哭了呀？可真可怜了。像你这样贱，就只有可怜。何姐，这不是人家的手段，人家就是靠这个勾引男人的。就是，贱人就是矫情，说两句不算话。何小姐，您太过分了，请向大小姐道歉。女人都没讲，一个懂还出来乱讲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配来跟我讲话，让我道歉。如愿，你竟然打人！你的狗不听话，就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恢复痛苦点，恢复痛苦点。不放过我，秦一墨。你一个残废，奈我何？残废，那你下次得给我介绍一下。哎呦喂，秦大小姐，怎么了呀？怎么连轮椅也坐不好？一个残废，干嘛出来丢人现眼？乖乖在家里躺着不好？残废，真有做残废的权利。据说啊，这种萎缩症可是会死人的，真吓人。这就是勾引男人的报应，活该。欺负人也得有个度吧，你欺负人也得有个度吧。什么狗东西，竟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？可是何家大小姐。管你是谁，
赶紧跟这两位小姐道歉。道歉？道个屁！是不可能道歉。再见。还敢打我吗？真敢打我！本来呢，我是不想打你的，但你这种女人根本就不是女人，甚至不配为人。我要杀了你！道歉！再说你最后一次，道不道歉？不道歉。金小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。跪下来道歉！你们太得寸进尺了。得寸进尺的是你们，跪下！金小姐，对不起，不该伤人。怎么？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先生。好了，不用谢。对，你这腿上受情况？我家大小姐的双腿是五年前肌肉萎缩症导致的，找遍无数医生治疗都没有用。再这样下去，她是可能活不过一年。你做什么？我只是想看看她腿是什么情况。我懂医术，可以尝试治疗一下。你别以为刚刚帮了我们，你就想趁机占便宜。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吴月，不要乱讲话。我可以给你试一试，你需要我配合什么？你把裙子掀起来一下吧，我看看什么情况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是不是根本就不会治？我看你就是想趁机占便宜。谁说我不会治的？别人也许不行，但我肯定能治。那你刚刚为什么皱眉？我只是看秦小姐的病症有点严重，她需要彻底治好，需要半个月的时间。什么？半个月？吹什么牛？先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来江城做什么？我叫杨毅，我大师姐给我介绍了个老婆。他人就在江城，我来江城啊，就是为了找他的。那你初来江城，肯定没有地方住吧？正好，你可以住在我家，顺便帮我治腿疾。如果你能让我重新站起来，我愿意用一辈子去帮你。这可是你说的。秦九啊，哥，就算狗不是打的，我把你弄死。那你跟我没道歉？你也不问问，我为什么要打他？管你为什么，你道歉。哥，今天劝可不妥，还打到他的手脚。听见了，赶紧先道歉，然后让我打断你的手脚，不放你走。真是不是一家人进一家门啊！我要是不道歉，你确定？我很确定。那就凭我们这些废物，你想废了我？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，怎么有这么厉害的身手？穆老，穆老，是少爷。穆老。你稳着呢，就你这三脚猫功夫，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？少爷，这小子太恐怖了，我对付不了他。还是快走吧。洛老可是实打实的先天武者，可是竟然连这小子一招都打不下来，足以证明。老，谁让你操心？谁让你？你还想干嘛？让你妹妹再敢到我家，谁管你的部分啊？不
到我这样的狠过分吗？要不愿意的话，那我们……等会儿，哥，帮帮我！哥，少天，少天，啊，没吃饭啊？对不起，行了，你别再。 等着，既然嘲笑别人是罪，那下半辈子你就等着。你又怎么了？我发现后面情况近了，我没有知情。喂，你坐哪？我做什么了？我哪只眼睛看到是你做的？ 双腿是不是伤筋了？你快带我去医院吧！给我等着！梁先生，何一林刚刚是怎么回事？突然摔倒了，腿还没知觉。<笑>谁知道呢？哎，我看呀，那个女人啊，她肯定就是坏事做多了，遭报应了。 咱走吧，秦小姐，你这腿。 有感觉了吗？没有。那这下呢？还是没有。有了，有感觉了。 有了，有感觉了，我感觉腿上麻麻的，热热的，这好像是蚂蚁在爬一样。大小姐，你的腿真的有感觉了吗？问我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是真的。这个男人可真不简单啊。小姐，看来你的病症没我想象中那么严重啊，或许用不了半个月你就能站起来了。谢谢梁先生，谢谢梁先生。 快别谢我了，还是等你的腿啊能站起来，你再谢我吧。好，谁呀？你们真是出门富贵人了。哎，吴助理，我给你写一张药方啊，你照着我写的方子去医馆抓药，回来先服，然后让秦小姐服下便可。往后啊，我每日都会为秦小姐针灸一次。 再开一张药方，最多不超过半个月，秦小姐的双腿就能痊愈了。真的是太感谢杨先生了，要是我们家小姐的腿真的能够重新站起来，那些现在看不起我们、想看我们笑话的人都会立马闭嘴。小姐也不用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了。你们就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保证她的双腿不出几日就能蹦蹦跳跳的重新站起来。到时候啊，你想去哪就去哪。大哥。 你别忘了你承诺呀！你不管怎么答应我，只要我治好你的双腿，你可是做什么都可以的哦。嗯，想要什么？<笑>我呀，甘心答应，嫁给你算了。我觉得你太好了，我女儿可是江城第一美女，早点结婚，我也早点抱孙子。爸，你先去抓药。 吴助理，你们去哪儿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哼哼，你好，这是不欢迎我呀？我可是带着，顺便也把你拿去了，做我的，怎么样？<笑>
三天时间到了，条件怎么样了？老大什么时候叫人回家呀？哦，我老婆居然这么精神。裴同志，你放心，既然你说答应我要嫁给你，可是三天时间太赶了，结婚不是儿子，你要给你婆多一个时间。金叔叔，你可别忘了，于新家公司的很多生意都靠你一个。于新家在江城只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家，如果你叫我们回家，嗯，你想我不是？我能给你，我一样可以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干嘛非要逼迫人家？哪来的资格？本少爷做事就能找你做法子。裴大公子，你先别生气啊。啊，对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杨毅，这里有件事情您需要先了解一下，就是这位秦大小姐呢，她已经答应嫁给我了。你是哪来的傻逼呀？不行啊！啊，以后不嫁给你，恭喜！信与不信的，跟你没半毛钱关系。真是没天大的笑！以后不嫁给你，只能活啊！哦，你这样，你有什么资格？老子用钱就能打死你，这不一百万。你见过吗？啊！区区一百万而已，裴大少，我这有一个亿啊，拿着。老妹妹，耍本事！你个乡下人，我本来就没多文化，我就是手劲儿大呀。跟你说，我要是一个不小心失手把你打死了，怎么着？我说呀，行，杨毅，今天你绝对不放心。好，这回我们彻底得罪了裴家公子，你说我们秦家以后怎么办呢？爸，不用担心。只要我的腿治好了，可以重新站起来，我就可以重回公司主持大局。即便没有了裴家的合作，也不算什么。杨毅，这你还是纠结。哎，没事，我就是看不惯别人欺负你。你帮了我这么多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那不如以身相许算了。那不如以身相许算了。反正啊，你早晚都会是我老婆。贫嘴！啊，混蛋！该死的混蛋！少爷，这件事要告知家主。这件事。不能让父亲知道，他派我来江城是谈生意的。如果知道生意没谈成，我就被人打了，定会大发雷霆，甚至觉得我不中用。嗯，是妹。少爷，那我们现在去哪？跑到俱乐部。你好，先生，请出示会员卡。什么会员卡？裴大少的央脸会员卡。文员，您就是裴大少啊？何大少已经等候您多时，这边请。何大少，裴少爷来了。哎呦，我大飞哥呀，
好久不见呐！妈呀，大堂哥！哎呀！今天啊，没注意了啊！出什么事了？来，你跟弟弟说，弟弟帮你说。事情是这样的。这小子的确有能耐，但是呢，这种事我咽不下。只要何老弟能帮我出出口恶气，我可以加入蒋介石的秘方，我再跟你解释。哎呀，这也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主要是我们何家也不缺这个。是呢。你招惹这个人是不一般，不一般，不一般。但是不来头，来头倒是也没什么，主要就是个人实力。你这意思？啊，那这个厨房哪儿了？你这意思？啊，那这个厨房哪儿了？干嘛呢？没看见我哥出屁了？哎，行，这个，你聪明。行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比你更想落入煤场。有煤，现在就在一面厂，两条腿全都废了。既然你跟我刘大东有仇，这让我弄死他。有哥，哎，我不是刚跟你说完吗？这个人小子，他个人实力不一般，我这不认识他对手啊。但是，江城有人能对付他。哥，忘了张成那是四大商会说的。这何家只是个小家族，找他们来找四大商会靠谱？有道理。我裴少跟四大家族的郑小姐有些交情，找他出面帮忙，麻烦我了。问题不大。这个大哥。哎，董小姐，我是裴家大少，我遇到这些问题，我想请你出面帮我解决。杨毅，能不能拜托你送我去趟公司？刚才吴越打电话说，公司今天有十几家合作商上门闹着要取消合作，公司股东们现在都围着我爸爸，逼他承担后果，要坐董事长的位置。真是树倒猢狲散。以前靠着女儿撑着公司，如今女儿成为了残废，不知死活得罪裴家，真是不知死。肯定，让你做董事长就是最大的败笔。作为公司的董事，这个事儿不是想着一时问，而是立马撇清关系。我们可不想跟你装死，老子评价你的活路也没几天了。那废什么话？李祖龙，你赶紧交出董事长位置。是啊，都残废了还敢出来做董事长？都是你这个贱人，放着好好的裴家公子不见，你送个什么东西？居然敢得罪裴家，真是不自量力！我劝你赶紧去跟裴少道歉，赔他一晚，跪下来求他放过公司。说不定你把裴少伺候爽了，他还能放你们一马。否则，整个全家遭殃吧！你这残废还敢挑衅？裴少看上你是你的福分，别自量力。贱还真是贱，跟他窝内废老爸一个样。走上去！还有人遮拦，再给我老子打死！你谁呀、啊？你敢打我？二嫂，你们死了这条心吧！我是绝对不会嫁给裴云泽那个畜生，公司的危机我也会解决的。我只是一个残废，怎么解决？还不成卖惨？让他联系你，真是异想天开。过，我告诉你，最多半个月，我就能让他的双腿恢复正常。我还会研发出最新的产品。万一合作方回过头来求着你，笑死！你这什么东西，敢在这儿大言不惭的？
好啊，既然这么有信心，那咱们就绝对。如果半个月之内不能解决公司危机，那就银行要负股份，我出股份。好。杨毅，太冲动了。你放心，我有信心能够治好雨墨。只要雨墨能站起来，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。真的吗？但是现在想要尽快治好雨墨的双腿，还缺一个药材。什么药材？天山雪莲。什么？天山雪莲？这个药材千金难买，怎么是拿出了？哎，这我还真的。在哪？我茫茫主豪言之手上还真有一株天山雪莲。真的？人品很难，很有意思。干嘛的？我们来拜见洪老爷。不见。我们有急事要见他。关我屁事，上面吩咐了谁都不见。哼，你想干嘛？比划比划。既然你不让我进，那我就只能硬闯了。你不让进，只好硬闯了。对不起。快快快！林同志，所有人把江城最好的名医全部找来。是。洪公子，原来是秦先生，今日家中有事，不方便，还请回。哎，我刚刚听说你来找神医。我父亲送我练功，强行通关，导致身体严重受损，现在危在旦夕。洪老爷子受伤了？练功导致受伤，不会是走火入魔吧？这位是洪公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神医杨毅。这位是江城五盟盟主的大公子洪泽凯。现在的江湖骗子可真多，还望秦先生擦亮眼睛，别被一些有心之人骗。你走火入魔时间可耽误不起，等你神医找到了，他人也没了。你放肆！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，倒是可以让我试一试。行，我可以让你一试，但如果你是装模作样的江湖骗子，我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大哥，父亲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我父亲怎么样？洪盟主是受伤走火入魔了，导致经脉以及五脏六腑受损严重，若是不及时医治，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正好可以试一试还阳九针的最后分段。妈，试试！你小子可别乱来啊！那你还救不了了。你，我父亲要有什么差池，必定要你性命。废话可真多。上行穴，内刺无偏。一针合骨，效通神。九针归一，病尽除。一针合骨，效通神。莫非这个年轻人的医术真的如此厉害？什么时候江城多了这么一个年轻的神？九针归一，病尽除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杨毅，这老爷子，接下来按照我说的做。小子，你要干什么？请相信你，他不危害洪公子。盘膝而坐，气沉丹田。气满神足，上下颌骨骨相交，云贯顶，周身通透，气上面，常物常心，虚实变。那个小子，应该下一下。大哥，父亲，下一个境界。啊，对了，啊，差点忘了，在最后一击，一触即发。易如电，你小子敢对我父亲动手，找死！住手！谢大爷这助我冲关，洪某感激不尽。快起来，起来！我也是看你快有突破，所以帮你一把，举手之劳罢了。裴先生在家不是举手之劳，对于洪某来讲是再造之恩。命杨先生吧，但伤势难以恢复，而且逼伤，恐怕再也入不了宗门了。父亲，您踏入宗师了。真的不请杨先生帮忙，我没有这么容易踏入宗师。洪总踏入宗师了，是。
是啊，盟主他的宗师致敬了。不要说盟主，就让我们天行武馆，放眼整个江城武林界，我们的威望更高了呀。宗师，杨先生，刚才对我冒犯，还请恕罪。算了算了，我也没放心上。知道这点小钱儿，看不上眼。心意。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洪某相助的，你一定开口。还有就是，洪某想和杨先生交个朋友，还望你不要嫌弃。哎呀，您这说的哪里的话？我呀，也想与洪盟主交个朋友。对了，之前不是有人送了您一株百年天山雪，要不也送给杨先生？对呀，快快快去拿来，快去拿来。天山雪莲，行了吧，感谢你这一切，这个你的报酬。盟主，这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秦老板要是不收，看来是没有把我洪某当朋友。是啊，您就拿着吧。那好吧，我收下。看来这位洪盟主的性格还是挺直爽的，有恩必报，值得一交。啊！出什么事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还说没事，肋骨都断了。啊！我的肋骨竟然全好了，多谢杨先生。杨毅，你居然能徒手接骨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有多少能力？我有显露出来。那我会的可太多了。怎么样，做您女婿，你可是赚翻了。臭小子，我说了一次，你得自己努力拿下以墨的芳心。放心，实在不行，这里你让我。要不然，先生你煮成熟饭，到时候。真是亲爹啊！要不然，老子这么喜欢你。洪门主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我在这里等了你很久。他们是什么人？杨先生，这帮家伙是一木空手道馆的人，带头的正是馆长佐藤太郎。哦，そうですね，原来是樱花国的人。正是。佐藤太郎，你闯我武馆，伤我弟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今天来这里就想跟洪门主切磋一下，还望洪门主重用啊。手下败将，谈何切磋？上次是我没准备好，这次我做好了准备，还望洪门主能答应我这个小小的要求。洪云志不是受伤了，为何现在看起来跟没事人一样？洪太郎，你太不要脸了！我们盟主受的伤还没好，你就过来挑战，安的是什么心？就是，你用这种卑鄙手段赢了我盟主，你吊的不光彩，你有种的，等我盟主伤好了之后再来，屎都给你打出来，滚蛋！滚蛋！滚蛋！看来洪云志真的受伤了。滚蛋！滚蛋！滚蛋！嗯，照你们那么说，是不接受我的挑战了。果然是东亚病夫，还没打就走。不接受也可以，但你们要向江城武道界宣布，你们天行武馆不如我们一木空手道馆。另外，在门口要立块牌子，上面写“东亚病夫”。完蛋！简直一派胡言。屁！我们哪里不如你？这家伙够卑鄙，够无耻！武道太郎，既然你非要打，我输了，你向我弟子道歉。还有，不要再踏入我馆子。不可以！我倒要看看我们东亚病夫有什么能耐。公主，你真的要答应吗？傻，这个人非常强。放心，我没事。你刚才是三心三意，我没问题吧？对啊，我们一目空手道馆。欢迎东亚病夫报名。你他妈再说一句试试！我等乃大国礼仪之邦，不可犯规。呀！啊！
知他不是圣人，你要现在开启他的视力，告诉我这家伙是什么人。这一次我不会白给你的，娘！修为突破了，没错，我已踏入了宗师境中，你受伤了怎么可能突破？多亏了这个杨仙，我的伤势有好转，修为突破。这一战我认输，我们走。站住！这一战我认输，我们走。站住！还有什么事？刚才我说过了，怕是败了，向我的弟子们道歉。到现在你忘了吗？你！好，我道歉。你俩，杨先生，没想到你竟然会武道。刚才杨医师的那一手，恐怕只有宗师才能办到啊！八哥，八哥，七年，我信你！不要骂人，不要气人，不要做人，做人让我杀人了！我那个去，这个兄弟到底什么人？太猛了吧！可不是嘛，这佐藤太郎好歹是先天大圆满的武者，这被打的毫无招架之力。岂是毫无招架之力啊，简直就是被打成了狗了、啊、这。你赶紧跪下来道歉。别打了。说谁派你们来的？我们是十方商会。西风商会不罢。哎呦，我操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先生大礼，我只是做了一个男人该做的事儿，就不过。哎，对，改日一起喝酒啊！好啊，杨先生，到时候我们一定喝个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哈哈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拿到天山雪莲了！我现在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喂，莫，我拿到天山雪莲了，很快就可以治好你的腿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，甭客气，谁让我是你未来的老公呢？闺女，先回去，我准备点药材。啊啊！看来这车上的人应该是奔着我来的，不知道是敌是友。这些女人怎么看着像杀人一样？我一向老实本分，好像也没得罪人吧？哥们儿，不用害怕，他们冲我来的。你是什么时候得罪这些女人的？小哥，我劝你赶紧报警吧。女的，女士，不用害怕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就是杨毅，正是。那各位美女，找我合适啊？难道是想与我聊聊人生？要不是会长交代了，把这小子请过去，老娘早就刀了你了。我们会长想跟你聊聊，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会长谁啊？西风商会钟灵韵。原来是西风商会的会长啊！你们会长长得漂亮。我们会长当然长得很漂亮。那既然如此，我就跟你们走一趟吧。与其去见那些五大三粗的家伙，跟你们去见见美女会长倒也挺不错的。行。那女人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吓死我了。这小子也太淡定了吧。要是换做一般人，在得知要去见会长后肯定紧张的不行，哪会如此云淡风轻。
我们会长就在里面，你进去吧。这个女人居然也是个武者，有先天中期的修为，她应该就是西风商会的会长钟灵韵了。你就是杨毅，没错。杨先生比照片上看着还要年轻，没想到杨先生年纪轻轻就有此等实力，真是不简单啊。这对我来说呀，算不了什么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，杨先生？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。西风商会的会长钟灵韵。没错。那你知道我为何要找你来这儿吗？不会是要杀了我吧？你知道治好了红云志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？算了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机会？什么机会啊？加入我们西风商会的机会。加入你们西风商会的机会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也想要拉拢我。没错，我很欣赏杨先生你的实力和魄力，所以想邀请你加入我们西风商会。若是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保你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他们也不会让你来。不。我不要，我还从来没想过给别人当小弟。杨先生，你先别急着拒绝，进来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杨先生，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西风商会，那我的女就都是你。哇，太好了。竟然用女人来勾引我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还有秦以沫，我还有五个师姐等着我呢，我要坚守住我先天纯阳之体，我不坚守也不行啊！我对这五个女人不感兴趣。是吗？进来。这。杨先生，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西风商会，那这些钱和那几个美女就都是你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要在什么样的年纪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我对这些东西啊，全都不感兴趣。虽然我什么都没有，不确定的明天，不知道的未来，但有一点很确定，那就是哪些东西是我，哪些东西不是我。很好，杨先生。我很欣赏你的骨气，可是骨气有时候并不能当饭吃。我饭量小，吃不了多少。当然了，我也饿不着。你们西风商会，杀生偷盗、奸淫妄语、馋酒贪乐、贪眠纵欲，是样样不少。哎，你觉得我会跟你们同流合污吗？不杀生，仇恨永无止境；不偷盗，强弱与我何异？不邪淫，一切有情皆也；不妄语，梦幻泡影枯虚；不馋酒。忧故散落无常，不耽乐芳华刹那而已，不贪眠苦苦不得解脱，不纵欲终行了无生趣，懂了吗？这强词夺理。杨先生，如果这个筹码再加上我呢？不知道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。钟小姐，我可是个正常的男人，咱可不能这样啊。是吗？那让我看看你有多正常。请你自重啊，钟小姐。你得罪了四大商会，就算是秦家和红云志也保不了你。我不用任何人保护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以为我这里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？这猪你打过了，到底有舒服吗？只要你答应，我就是你的了。喂，说好的物理攻击，你怎么还使用魔法呀？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可不手下留情了。杨先生，我倒要看看还有什么能耐。哦，
你。有字了，走了。让他走吧。看来还是你们会长大美女聪明，你们几个加起来都不是我对手。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我操，就是你啊。刘毅，你没事吧？可算回来了，吓死我了。东山会的人没把你怎么样吧？哎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可是帮你拿了天山雪莲了。呵呵，怎么样，我厉害不？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这么莽撞了？乡下来的，不知道这些大势力的人的手段，很容易得罪人的。这东山会的那些人不是我们能得罪起的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我怎么舍得让我未来的老婆难过呢？那我先上去休息。需要我抱你上楼？不需要。我背你上去的话容易摔到你，还是让杨先生背你上去吧。我很乐意效劳啊。谢谢你，恭喜，来。哇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杨先生了吧？才没有，还没有。那你刚刚为什么脸红呀？我刚刚有点伤心。如今药材已经全部搜集完毕，先炼制好以墨的药，再炼制几颗聚灵丹，冲击下一个境界。这还是当初那个老东西给我的，也不知道这个小鼎能不能坚持到炼制完聚灵丹。不管能不能，试试再说吧。我靠！又炸炉了，不会失败了吧？虽然卖相不怎么样，可是实打实的聚灵丹，也算是炼制成功。只可惜，我点是彻底不能用总算是突破了，从筑基期中期踏入了筑基后期，看看能不能趁着这个机会一举踏入筑基大圆满。居然无法再突破了，即使服用了聚灵丹也不行。看来，想要一次性连续突破两个小境界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还是太难了。哎，醒了，弄了一些家常菜，快快尝尝。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这不就是那个野猫弄出来的动静吗？不可能，好险！对了，杨毅，一会儿你陪我去见一个人。我父亲现在被公司股东逼迫交出董事长的位置，公司业务也被裴家挤压，现在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。
我打算请群英山会的会长吃饭，要是沈会长能够帮帮忙，说个话，还能稳住一些合作商。行，我陪你去。咖啡都凉了，换了一杯又一杯的。这沈会长什么时候来的？沈会长是江城群英商会副总，平日里比较忙，所以不要工作。哎，等等，我看他压根就没把你放眼里。沈会长，您来了。会长想喝点什么？咖啡我就不喝了，我一会还有事儿，给你十分钟时间。说吧，你就是沈会长是吧？我们等了你一个小时了，你没有半点歉意，来了之后还冷言冷语，还说只给我们秦总十分钟的时间，你是不是有点太没有礼貌了？秦总，这位是，你既然是助理，就管好自己的嘴巴，不该说的不要说。沈会长，人与人之间呢，还是要给予一份尊重，你尊重我们，我们才会尊重你。况且谁都有有求于别人的时候，保不准哪天您或许就会求到我们了。如果今天你们是这种态度的话，相信今天的谈话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。沈会长，杨毅，你少说两句。沈会长，我为刚才杨毅说的话向您道歉，希望您别往心里去。哎，你是不是杨毅？沈会长，我这次请您过来，就是想请您麻烦帮我一件事情。什么忙？沈会长，我想请您给商会里的老板们说一声，不要解除与我们华明医美的合作。我可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左右各位老板的想法，而且您应该很清楚自己公司的状况。你们现在公司的产品已经卖空，如果他们继续和你们合作，除了亏钱没有任何好处，所以他们和你们解除合作证。我们公司现在正在抓紧时间研发新品，最多半个月的时间，我们的新品就会研发成功。新品一旦上市，你就是在让我给大家画大饼？不是画大饼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在你们公司新产品生产出来之前，你所说的一切就是画大饼。沈会长，我只需要老板们给我半个月的时间，只要半个月，我们公司一定会起死回生，并且抢夺市场。沈会长，我知道你喜欢玉制品，这是我为您准备的一只和平玉镯子，你别小心翼翼，还把您收下。秦总，这个忙我帮不了，你又拿回去吧。十分钟一到，我还有事。秦总，喂，你们是怎么了？什么东西？没关系的，以后啊，真不需要为这种人物负责。可是你怎么做得这么蠢？你知道得罪了沈云是什么后果？我管他呢！我跟你说呀，等到咱们的新产品上市了，咱再狠狠打他们的脸。到时候啊，就算他们求着跟咱们合作，咱们都不跟他们合作了。我们公司真的能起死回生，是不能够看到这些。能啊，一定能。哎，咱别难过了啊，咱现在不需要想太多。咱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抓紧回去研制新产品吧。请国府一些国家路上出了车祸，正在里面抢救。我怎么会出车祸呢？他怎么会出车祸？你冷静一点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小王才八岁。冷静一点呀、啊！小王怎么样了？真叔，您女儿现在情况很不好，需要抢救危及生命，希望您做好心理准备。请您走。没可能。情况可能比想象中还要严重，毕竟病人的年纪太小，身体多处粉碎性骨折，各大脏器都受损。好了好了，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女儿，我给你多少钱都可以，我求求你救救她。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你们赶紧签字吧，签了字赶紧手术，你们女儿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。
治疗一些疾病，但这么大的手术，中医能派上用场吗？两位听我说，这个中医医术非常了得，绝对是神医。前天给我做过入门，就是他把我救过来的。而且，我儿子断裂的肋骨，他瞬间就能复原。我也不敢确定他能不能把小龙救治回来，但是只要有希望，我们就要试一下，是不是？这位陈医现在在哪儿？他现在应该就在秦家。好，你陪我一起请这位神医。好，小云。 你跟他稍微等一会儿，我们出去一会儿。秦家那个神医怎么在秦家？秦静，袁神医，有事情求你帮忙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位是江城工商署的任叔，他女儿出了严重的车祸，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。但是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极有可能抢救不过来。 所以想请杨神医出手相救。问叔，你女儿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小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要不然我也不会来请杨神医了。徐总，认识这个人？认识，他是沈会长的丈夫。侯盟主，今天你要是让我治疗别人，我愿意；但是治疗这个人的女儿，不好意思，治不了。杨神医，你这是为何？杨神医。 你以为应该是初次见面，任某应该没得罪过你吧？你是没得罪过我，但你老婆得罪了秦总，所以我帮不了你。杨神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啊，我和秦总本来想请沈会长出面帮忙稳住公司的客户，谁成想呢？沈会长非但没帮忙，还出言嘲讽，恶语相向。您说，就以您老婆这个态度，我怎么帮忙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沈云确实太过分了，我代他。 你是你，你老婆是你老婆，你道歉算怎么回事啊？就算要道歉，也是请你老婆过来跟秦总道歉，而不是跟我。杨毅，现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就先别管那么多了，先去医院看看吧。是杨师姐，你赶紧跟我去医院吧，他的女儿等着你救治呢。回头我们让沈会长向秦总道歉。他女儿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想让我出手救治，可以。 立刻马上让那个女人过来跟秦总道歉，否则的话，面谈。秦总，我马上给沈医打电话。没事，您马上来秦总。快！您让我亲自过来。你是不是得罪秦总跟杨神医了？杨神医？谁是杨神医？沈会长。 这里就是杨神医。啊，他不是秦总助理吗？怎么是医生啊？谁说助理就不能是医生了？黄盟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怎么能搞错啊？就是杨神医救治了我。沈云，你自从得了商会会长之后，是越来越傲慢，越来越无理，有很多次我都看不下去，我就知道迟早得诛之。杨神医刚才也是，你要不道歉，他是不会救小萌的。 还不赶紧向秦总道歉呢！秦总，我唯有今天的傲慢和无理是你引起，求你帮我劝劝杨神医，让他救救你女儿。杨毅，沈会长知道错了，你就帮帮沈会长吧。好吧，今天看在秦总的面子上，我就帮你们这个忙。走啊，还愣着干嘛呢？请杨神医。 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女儿没事吧？对不起，你们的女儿心跳已经停止，已经没有生命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小萌，你骗人，我绝不会死的。老师，哎，你谁啊？我关人员不可以进手术室。
哎呀，他就是救治好我的杨神医啊！你让杨神医替你看看吧。天哪，他就是那位杨神医，怎么这么年轻？可是现在人已经死了，就算是神医也无力回天了呀。这只是你们的判断，不是我的。杨神医，那你快去看看。 王妃，我们的女儿不会有事的，对不对？有杨神医在，应该没问题。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有杨神医在，你。你去哪看？杨神医，您怎么来了？可惜这孩子已经死了，您来也没有用。 怎么？这孩子居然在再次跳动起来了！总算是救回来了！你天，活了！这孩子真的活了！奇怪，复活了！神医，神医啊！赶紧给孩子检查一下身体。孩子的身体各项指数都恢复了正常，不断流血，断了的静脉，破损的脏器和骨骼也全都恢复了。神啊，太神了！终于也能做外科手术了！江神医，您创造了医学奇迹啊！ 哎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这个，你直说吧。我没有心理准备。女儿是不是已经……她活了。活了？我就知道。什么？你说我女儿活了？你在开玩笑吧？老师，我怎么可能在这种事情开玩笑啊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女儿啊。 被我救回来了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说实话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不敢相信。但事实就是，杨神医不仅救活了小萌，还将小萌身上所有的伤都给治好了。也就是说，等小萌出院后，小萌还是能够跟正常人一样。小萌，你没事了吧？小萌，你怎么样？爸爸妈妈，你做一个好长的梦。嗯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会呢，爸爸妈妈一直在啊。会的。嗯。杨神医。哎呦，你二位是不是？感谢您救了我的女儿，您的大恩大德，任某铭记在心。从今往后，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杨神医，真的谢谢你救了我女儿，还有我很抱歉之前对你的情总那样傲慢无礼，真的对不起。哎，起来吧，啊，老师客气了。 任先生，沈会长，感谢的话就不用再多说了。萌萌这么可爱，我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出事了。萌萌，快跟哥哥说谢谢。谢谢大哥哥。不用谢，小萌真乖啊。杨神医，这张卡里有1000万，密码是666，虽然钱不多，但这是我的一片心意。你说谢谢。哎，这是杨神医，千万收下，不要推辞。对了。 我一定会帮秦总跟其他商会的老板谈一谈，尽量让他们不要和他解除合作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啊。哎，怎么了？刚才吴烨打电话来说，宝林药材要突然给我们解除合作。 还说以后不会再往提供药材，我们与宝林药材已经合作了很多年，向来都是互惠互利，而且关系很不错。谁能想到这一次宝林药材竟然做得这么绝，连一点时间都不给我们准备。如今我们公司正在加紧研发新产品，这个药材是绝对不能断的，一旦断了，后续的研发会造成很多的麻烦。这个宝林药材也是群英商会联的？是的，我就是在群英商会里认识宝林药材的。奇了怪了。
那沈会长不是明明答应帮咱们劝说那些老板了吗？沈会长是可以帮我们劝说，也是有不少老板也会给沈会长面子，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老板都听沈会长的话。那这个宝林药材啊，既然想与我们解除合作，那咱们再重新找一家药材公司把它替换掉不就行了？你这话说的是没错，可是现在没有一家药材公司愿意与我们合作，而且在他们看来，我们公司现在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了。就算有公司愿意与我们合作，我们也需要花时间去谈吧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陪我去一趟宝林药材找蔡总谈谈。行。好，那这宝林药材的实力如何？宝林药材在江城的实力很强，算是江城最大的几个药材公司之一，与很多的医药公司、医院都有合作。当然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宝林药材的规模并不大，之所以能壮大起来，也是多亏了任鹏飞的帮忙。谁？任鹏飞？宝林药材的总裁叫蔡东来，他的姐夫就是任鹏飞。正因如此，蔡东来靠着任鹏飞的人脉和资源，才能让宝林药材规模壮大起来。原来如此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给任鹏飞打个电话吧。只要他愿意帮我们说说话，想必这个蔡东来也不敢与我们公司解除合作。若是让任鹏飞帮忙，就会欠人情。我这个人是最不喜欢欠人情的，因为人情真的很难还。这个人情啊，不用你还，我来还就是了。我们还是先去找蔡东来谈谈吧，实在不行再让其帮忙。行吧。蔡总，钱总到了，请进。没想到是秦总大驾光临啊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蔡总可是大忙人，若不是有急事，我也不可能来打扰蔡总您啊。就是瞎忙。这位是？是我的助理杨毅。那是秦总找我何事啊？蔡总，我也就不给您绕弯子了，我就是想来问问您，为何要与我们公司解除合作？哦，你问的是这事啊，秦总，不瞒你说啊，我也是考虑了很多天才做出的决定。没办法，现在与我们宝林药材合作的公司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的药材供应需求才跟不上。正因如此啊，我们才想着联系公司合作，才能挽回大局。那蔡总为何会选择？蔡总，我们已经合作三年了，期间也没有闹出任何的纠纷，那您为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说与我们解除合作就解除合作？这个，蔡总，那请您实话实说吧。既然秦总想听实话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如今你们华美医药一日不如一日，根本看不到希望，破产都只是时间的问题，我也只能这么说，还请秦总能够谅解。蔡总，您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了，我们公司好好的，怎么可能会破产？是，你们公司现在是还好，但是在何家和裴家的打击下，你们还能坚持多久？还是蔡总高瞻远瞩啊！你们好啊，我会看着你们公司倒闭的哟。罗家豪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啊！是我搞的鬼怎么了？我跟蔡总合作那是利益所趋，我们就正常的合作关系。怎么了？难道只允许跟你们公司合作吗？那么霸道！卑鄙小人！哎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卑鄙小人啊！自古好人不长寿，祸害隔千年，一定会长寿。你以为你这么做就能得偿所愿了？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啊？你能奈我何？好啊，我今儿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。秦总，有时候啊，比较强撑，事已至此，接受现实吧。蔡总，我们可是有合约在先，就算要解除合作，你也需要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缓冲一下。如果您非要解除合约，那您只能支付违约金了。违约金算什么？我现在就可以给你。哎，是多少钱来的？好像是1000万似的。这就对。蔡总，你秦总的面子不给，那你姐夫的面子？我姐夫？你跟我姐夫很熟吗？当然，我们可是朋友，熟的不能再熟。真是可笑，我姐夫还有你帮忙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助理，还好意思说跟我姐夫很熟？哼，得了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让他过来了。好，若是你能把我姐夫喊过来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不跟你们公司姐夫合作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就是我说的，赶紧。我现在一通短信，
任腾飞三分钟就被过了。三分钟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牛逼能吹到哪儿去。那你就睁好你的狗眼，给我好好等着。我姐夫今天可是在开国际，就算他认识你，他也不可能会过来，不怕赏了舌头。哎呦，杨春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在开会。姐夫，混蛋！别以为公司做大了就可以目中无人了。就你，上条路上是你，没有我帮忙，你能混到今天这样吗？有机会跟杨氏一合作，跟秦总合作，那是你的荣幸。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总之不能解决问题吗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按我说的做就行了。杨氏一，这家伙以后再敢在你面前摆架，我一定弄死他。还有这个何家，要不是他搬弄是非，蛊惑他人，背地里搞小动作，我相信蔡总也不会这么做吧？他妈的，你叫何家豪是吧？你听好了，从今往后。我们公司跟商会的任何公司都不会跟你们国家有关系。啊，你好，不是你。行了，那你回去开会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蔡总，那现在你看，告诉你，你跟我姐夫那么熟，你早说嘛，也不至于刚才我们弄得那么不愉快嘛。你不也是不想麻烦他吗？既然我姐夫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宝林药业和华美制药继续合作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认识任鸿飞啊？你是蛊惑你姐夫的，你知道不知道蛊惑？听到没有？啊！对不起，我们公司不欢迎你，请你。真没想到，原来你这么厉害。毕竟蔡东来现在拥有的一切。都是靠他姐夫帮忙，你先忙，有事喊我。杨先生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全都办妥了。除非我们公司真的倒闭了，否则他宝林药材啊是永远不会解除与我们合作的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真的是太佩服秦总的眼光了。虽然你对商业上的事情一窍不通，但是你却能办好每一件事情。吴助理，你确定是在夸我？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在损我？哪有？对啊，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算了，没什么。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嘛。你能借我一万块钱吗？借钱？你要是手头上不富裕，就当我没说。不，等。我也没说我不借你啊，你真的愿意借我吗？我们既是同事又是朋友，我当然愿意借给你。只是我有点好奇啊，你作为秦总的助理，每个月的工资应该也不低吧？怎么连一万块钱都拿不出？月，你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？你不妨跟我说说。好吧，既然你不愿意多说，那我也不多问了。你给我账号，我把钱给你转过去。如果你真的愿意出手，直接告诉我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行。怎么了？这一大清早就愁容满面的。我刚刚接到了吴越请病假的电话，感觉怪怪的，有点不太放心。要不你陪我去他家里看看吧？好，我陪你去一趟。秦总，梁先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成这样了？谁打的你？没什么。秦静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家里有点乱，你们坐，我去给你们倒水。吴越，你腿怎么了？就是摔了一跤，没事。你都成这样了，还说没事？你先别去倒水了，这次跟我们好好说说。秦总，感谢你们能够来看我，我真没事。等过几天我就回去上班了。吴越，你在我心里，秦是我的一定，是我的朋友。如果你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
你就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有什么事你就说，看我们能不能帮上你的忙。我的伤都是我前男友打的。你前男友打的你？3年前，我认识了我的前男友。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阳光、乐观、有上进心，对我也很好。我们都计划好了，努力几年在漳州铺个首付，买个房，然后结婚。好景不长，他自从认识了那群狐朋狗友之后，他开始变得夜不归宿，喜欢酗酒，他染上了毒瘾，把自己的钱都赌光之后，开始找我要钱，我不给他就打。他把我的钱花光之后还借了高利贷，后来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我就跟他分手了。我以为分手之后就没事了，可他知道，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就来找我，只要找我就是要钱，我不给就动手。而且那些借高利贷的人找不到他也来找我要，我都快被逼疯掉了。前男友真是个渣男。走，我们去首付渣男。雨墨，你先别着急，等我治好吴越的伤，我们再去教育教育那个畜生。你们真的要帮？当然要帮了，不好好惩治一下那个畜生，他会一直缠着你的。可是他是社会人，你们会有麻烦的。社会人？现在是法治社会了，你还跟我提社会人？其实我们管不了，不还有人民公安的吗？有他们给你做后盾，你还怕什么？话不多说，我先帮你出声。你活动一下身体，看看还有哪里不舒服。杨先生，太好了，我已经完全好了，身上也不疼了。伤势好了就行，道谢就不必了。接下来该找你那个畜生前男友算算账。是我前男友打来的。喂，先生，让你筹的钱你筹到了吗？我筹到钱了。你还挺上道，你的贱人就是欠打，以后咱乖乖听话，帮我筹钱，我保证不打你。你在哪？需要把钱给你送过去吗？哎呦，赶紧把钱送过来，正好我几个兄弟在这儿，你来了陪我兄弟喝杯酒。我在民军会所，把人命放下。哦，你。连叔叔在爬呢，我别让我等太久了。走吧，凝绝会所306。多谢裴总栽培，您放心，以后您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希望裴总也不带我多发财。放心吧，你只要乖乖听话，照我说的去做，每个月找吴越要钱，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有我的一口肉吃，就有你的一口汤喝。哎呦，能喝上裴总的一口汤，那都是价值黄金万两。哎，你的贱人终于来了。贱人，这位美女是什么人？他们是我朋友。朋友？贱人，我发现你挺上道的，还知道带朋友来玩。刚好让你的朋友去跟裴总喝杯酒。居然是你！你他妈完蛋了！你敢动我，我他妈弄死你！呀！你让我靠上去吧，我靠上可是非常肥肉。你敢动我，你完了！肥肉，他敢瞪你，不敢打我！你他妈找死啊！还愣着干什么呀？敢在我这闹事儿，给我上！给我上！进来！进来！就你啊，不断的跟吴越要钱，还打人，不关我的事，都是赔偿。
裴少啊！我你们你我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干你！对，有病快放！我以后再不让他骚扰吴玉了。还有呢？啊！是，拿着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忘掉过去，去吧。谢谢你，杨姐，算了吧。这是他们应得的。老周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这个比赛也气到我头上来了啊！给我准备成五千万，去趟西都医院，请钟会长出山。我做了，是。我怕你肚子饿了，专门做了一碗面给你，还有这个。这是你前几天找的药王鼎，我父亲买的。谢谢你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你突然的出现，就好像上天的礼物一样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但我又可以真真切切的触摸到你，这种感觉告诉你，不是在做梦。你真的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出现？有时候我总觉得你好像带有目的性的接近我，可你却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能怎么想啊？我第一次下山就看到你被欺负，我心地善良的，而且我无依无靠的，是你收留的我，那理所应当帮你。更何况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我离你近一点，我也不吃亏啊。你说是不是？油嘴滑舌，快把面吃了，待会儿该凉了。怎么了？是面不好吃吗？不是，我是突然想起了在山上的东西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在山上的时候，那时候因为总是练不好功嘛，那老家伙就罚我不许吃饭，然后我大师姐就偷偷送东西给我吃。那你从小就是在山上住的？七岁的时候就被老头子救上山了，二十年都没下过山。那你从小就在山上，你的家人不会舍不得你吗？我家人都死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不用对不起。都把身体先天阳气所火入魔的问题解决了，我就去给他们报仇。先天阳气是什么意思啊？先天阳气啊。这怎么说呢？那我可以帮你吗？当然。你帮了我这么多，我想帮你却无能为力。哇，是好看呀，好想把他拉到屋子里来呀。南一，你在发什么呆呢？没有啊。好吧，你不要有那么大的负担，你那么厉害，那个叫什么先天阳气的可以直接解决掉，你一定可以。自己解决啊。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是最棒的。好了，我看着你把这碗面吃完，你要是不够吃再告诉我，我再下面给你吃哦。我去，真他妈咸，比我大师姐做的都难吃。裴大夫来了，都准备好了？放心吧，五千万一分不带少的。
而且他会把秦家的公司你安排好。秦雨墨这个废物是肯定找不着。等半个月之后，我再把他们公司一收购，把秦雨墨赶出公司之后，你不是想干嘛？你我的仇不都可以报了吗？干得不错。嗯，爽一下。谢飞哥。杨毅，敢跟我裴家作对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严先生，你可有口福了，这可是我默默亲手做的呢。亲手做的，那惨了。是吗？那我可得好好尝尝了。这个是那株天山雪莲炼制而成的，你毕竟肌肉萎缩已经五年了，需要用珍稀药材调理身体。来，现在就吃下。我这是咬了一口鲨鱼屁股吗？这味道！我去，这太好吃了吧！我没想到你不仅人长得好看，这厨艺也是这么棒啊！吃饭了，赌什么？完犊子了，这么多！哎呦，我的胃呀、啊！算了，为了未来老婆，拼了！你慢点吃，没人给你请了。默默，你怎么了？默默，你别吓我呀！中毒了，是这天山雪莲有问题。如月，你照顾好雨墨，我现在就去拿解药。杨先生，你这是为何？侯盟主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为何要下毒害人？此话怎讲？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杨先生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那你今天就给我好好解释解释，你送我的天山雪莲里面为什么有毒？你是何居心？天山雪莲是我花高价买回来治伤的，不可能有问题。哼，若是没问题，我连提都没提，你怎么就莫名其妙的突然把天山雪莲送给我？那是犬子的一份心意，怎么会？我看你分明就是居心不良，故意把下完毒的天山雪莲送给我，难不成你还勾结了魏等？天地良心呐、啊！我不管先来秉持忠义二字，怎可恩将仇报？那此事你作何解释？难道是有人想通过天山雪莲黑我？药材是你买回来的，你老实交代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盟主，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，我真不知道。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我说了，我说，是钟灵韵安排的。这卡里有5000万，帮我干掉杨毅。杨毅，我对他可是很感兴趣。朱双杰的意思是，这单接不了了。裴先生误会了，只是对他不容易。5000。哼，好说，事成之后再给你加5000万。不知裴先生为何非要那个杨毅死？这股东西一直住在秦家，保护着秦一墨。只要杨毅死了，秦家就没有后台，到时候秦一墨就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没想到裴先生现在还是痴心一片，不爱江山，只爱美人。好，这单生意我接了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坐吃淫邪，任尔焚香无益，居心正直，见神不拜何妨？遇到我，你们的合作愉快不了。狗东西，居然敢来这里，简直是找死！狗东
砸我的场子。来人，就凭你们几个臭两下想拦住我？就剩一人敢闯四少娘包子铺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我很佩服你的勇气，不过有勇无谋，可惜了，杀了吧，不用留活口了。哎呀，你竟然敢公然跟西风商我作对，你死定了！我警告你啊，我没有不打女人的原则，赶紧交出天山雪莲上毒药的解药，否则我今天就把你们西风商会的所有人全都杀了。你还真是狂妄自大，你知道我们西风商会的实力有多强大，你敢动我就是在与西风商会公然叫板，到时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。我们西风商会的宗旨就是无论你在哪里都会把你找出来，然后杀了你全家。哎，你这一点跟我们一样，得罪我的人天涯海角或者地心去。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加入我们西风商会，以前的事儿咱们不是勾销，我还会给你解药上救秦家大小姐的命，否则给他收尸吧。还真是我错了。怎么样，想通了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等你加入了我们西风商会，以后你想要什么都是唾手可得的。可惜了，我的原则呢就是不与奸佞苟同，岂如何污。冥顽不灵。再问一遍，解药你是给还是不给？我给。给我。给我。杨毅，我杀了你，是我计谋那个贱人之后把他送去剑客，一百一十千里起。我师父教过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对待你的敌人一定要有绝后的。如月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小姐吃了杨先生给的解药之后突然吐血晕倒了，杨先生说是中毒去找解药去了。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？默默，默默，小姐你别吓我呀。小姐，我拿到解药了。杨先生快快叫我女儿啊。你中毒了。这个到底怎么办呢？小姐咬着牙，这解药根本喂不进去。太好了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你醒来了。你醒了，来。多亏了杨先生，刚刚你吓死我们了。你突然浑身抽搐，这解药喂不进去，是杨先生用嘴含化了给你喂进去的。是用嘴啊，不然还能嚼吧？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你没事就好。喂，你就是杨一？是我，你谁啊？我限你一天立马赶来三校，为我孙子偿命。哼，你笑什么？原来是裴老爷子，咱孙子在江城胡作非为，残害了多少女性，这是他罪有应得。胡说八道，混账东西！我告诉你，我要杀了你，还要杀光你身边所有的人。我不用你们陪下来找，我自然会找。我把屁股洗干净，等着。小子，我们裴家与你不共戴天，让下世人过来见我。李默，等你腿好了以后，最想做什么？坐在轮椅上太久了，我好像都已经忘了。
相信我，你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到时候我带你走遍江城的每一处角落。谢谢你，杨毅。多想这一刻就这么停滞啊。哦，胆儿挺肥啊，还敢往人少地方跑呢。要是爷爷不往人少的地方跑，孙子们怎么会找到爷爷呢？杨毅，不用担心，你小看了你而已。说吧，找爷爷什么事儿？行，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，我们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。就凭你们这些废物，别想杀了我。得意个嘚儿啊！你一个人实力再强，能奈何我们所有人吗？我们西风商会五毒花在此，还有帝榜高手夏之渊。你今天晚上只有一个归宿，那就是死。五毒花，帝榜高手，哼，名号倒是挺响亮，就是不知道你们的名号有没有你们实力的一半强。好啊，对，得罪了应该得罪的人。我得罪谁了？还装呢？你得罪了西风商会的钟小姐，还得罪了裴家，你说你是不是找死啊？我还以为谁呢，原来是那两个小卡拉咪啊！别跟这小子废话了，动手吧！动手！不让人干嘛？继续啊！你们一帮人还打不过一个人吗？啊！别老说了，谁要是杀了他，奖励一千万。谁杀了他，奖励一千万。你找死！到死了，杀！这个男人医术超凡，武功卓越，顶天立地。夏老，这小子很强，你要小心。强？再强也强不过你老婆。小的，你确实有点厉害，五毒花都不是你的对手。这些家伙在我眼中只不过是一群废物罢了。废物再多不还是废物吗？废物再多不还是废物？小的，你更狂。再狂的人在老夫面前也不臣服于我。今天老夫给你个机会，在老夫面前使劲。不是吗？凭你矮啊，凭你丑，凭你蠢。混账！老夫乃华国地界高手，袖珍刀，下级渊，你竟敢侮辱于我，该当何罪？榜高手，这什么榜单啊？哦，该不会是上榜的那些高手都是一群像你这样的废物吧？找死！不可能！你竟然能接住下我的飞刀？就这？什么狗屁地榜高手？我看着地榜废物还差不多。闭嘴！真奇怪的，小子果然是宗师。小家伙，飞刀不是这么玩的。小爷，我教你怎么玩飞刀。小子，你是宗师，老夫也是宗师。老夫已经踏入宗师中期，想破我防御，没门！看来你还是有两下子，我还以为你只会玩飞刀呢。伶牙俐齿，找死！来！杨毅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有问题？夏老，你可是地榜高手，宗师强者。小子，你问的啥话？哥可是地榜界第八名，哥为啥了？
去掉你，去掉完蛋！你哥最好不要出现，要是出现，他下场和你一样。下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我错了，你别杀我，回去告诉裴将军，3日后我会亲自灭了裴家。滚吧！ 杨毅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跟别人打架了？是吗？你打我了？我是怕你受伤，又怕你得罪别人。总之，你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跟别人打架了，好吗？好。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啊？没什么大事，我就是刚刚跟那个老头队长的时候。 受了点内伤，我去给你叫医生来。不用，叫什么医生啊？我不就是医生吗？我只需要闭关休养几日，这几日不要让外人打扰我就好。这一战，居然受了这么重的内伤，果然帝王高手的实力不容小觑。 裴千珏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我感谢我的裴，有温热的感觉，真的太好了。女儿，说不定你明天就会重新站起来。杨毅啊，真不错，有两把刷子，我没看错他。如果他成了我秦家的女婿，我这后半辈子就放心了。爸，叔叔，老爷说的对，你呀。 赶紧趁热把药给喝了，等你重新站起来，我也就轻松了。你们什么人？皇妈废话，那这三岁，快走，吃。住手！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？这么放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入室抢人，知道我的女婿是谁吗？嗯，对呀，老王毅了。 走了哪儿呢？我不知道裴家现在是从哪儿躲出了贼。妈，别怕，爸爸在呢。你们这帮畜生，要动我女儿，除非从我自己身上动手。老公嘛，来啊，废了他！是。不要，不要，爸，爸，爸。 杨先生，你终于醒了。于千珏，你居然敢主动找上门来！不是说3日内要来灭了我裴家，怎么做缩头乌龟了？于千珏，你窝在哪儿？想他了？放心。 他好着呢，哎，你听听，哎，你别过来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我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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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没做什么，
只是我手下的人觉得这丫头长相还不错啊，想收你，送你少块肉，不用担心。秦雪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一墨一个汗毛，我杀你全家！王上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十二点之前来我裴家登门受死，我说不定还会放过。不然，你就给这丫头送死。秦军，大师姐，我要走入蛇王岭。拜见蛇皇令主人。都起来吧，好久不见啊，师姐们。臭小子，你这么着急喊我们过来干嘛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摆着急三条数？你这臭小子的性格呀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动用蛇皇令的。说是谁欺负你了？师姐们帮你灭了他。多谢师姐们关心，此事事关重要。大师姐，我让您查的，您查到了吗？裴家乃是京都五大家族之首，曹家的手下，在曹家的扶持下，裴家涉及了医道、武道、商业的多个领域，在三湘省可是顶级家族之一，是巨无霸一般的存在。看来此事，我们还是要小心惩罚。我说这裴家怎么就这么喜欢在我面前胡作死吗？原来是曹家的狗腿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那杨毅，那接下来你想怎么处理？随我。灭了裴家。是。三湘裴家，我来了。杨毅这小子，十二点之前应该可以赶到京城。只要他敢来，我们定然要让他有来无回。定然要让他有来无回。真是我杀了恩泽，我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放心吧，大哥，只要林毅那小子敢来，我绝不可能让他活着回。不过父亲，对付这么个毛头小子，我们搞这么大阵仗，是不是太看得起他了？杨红啊，你要知道，猛虎搏兔也要用全力。我们裴家能走到今天的地位，绝非妄自尊大。杨毅能杀了夏之渊，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不弱，所以我才将他引到星城来，让他铲除。毕竟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况且这小子绝非强龙，我们也绝非地头蛇。到杀了这小子后，再进军江城，将四海商会、秦家、江城那些家族全部收服。到那时，我们裴家将更上一层楼，向华夏顶级家族迈上一大步。父亲就是父亲，运筹帷幄，高瞻远瞩啊！我为何要将这小子引来三相呢？我已经安排四海商会的人在半路拦截杨毅那小子。只要他敢来，必死无疑。万一这小子不来怎么办？通过这几次的调查，发现了这小子一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太重感情。如今这小子的人在我们手上，所以一定会来。这小子来了，你替恩泽报仇雪恨。恩泽，再等等，马上送这小子下去陪你。杨毅，一定会灭了你们裴家！这人不配！你们裴家，看你做梦！那个小子敢来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行了，你把这个女人打死了，我们还要用这个女人要挟杨毅那小子呢！这个女人带下去，
各位，人手都聚集了吗？父亲，给家的3000护卫是侯世奇。京城机场、高铁站各大交通要道都派人盯着了吗？放心吧，父亲，都已经盯好了，而且我还在各个路口安插了500护卫。只要杨毅那小子敢来，我半路行动，也免得脏了我们大家的手。武昌龙商会。 魁虎商会、天狼商会和血鹰商会四大一流商会帮助，这次定会尸骨无存。四大一流商会的会长都向我保证，他们会出动1000精锐协助我们。这一次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只要这小子敢来，我等定然要让他有来无回。 小子，不简单嘛！既然敢来三乡，不过也就到这。你们终究会死在我们的手上。你们也是裴家的人，当然不是。我是苍龙商会副会长吴东，我是黑虎商会的副会长袁野，我是血鹰商会副会长。喂，你们既然是南方的商会，不是应该听从镇南王的调遣吗？为何要帮裴家做事？小子，有点见识了，还知道镇南王？ 告诉我，我们大商会正陪一下。是。原来如此。小子，别废话了，马上行动吧。动手！慢着。啊？走。大师姐，下手轻点，不然打死了，损失的可是咱自己。滚蛋！老子不打你，老子。 嘴挺贱呀，嘴挺贱呀！你到底是谁？师傅，师傅，是你救人，还敢打我老娘的旗号？信不信我把你淹了，让你这辈子碰不了女人？ 这是镇南王。家主，外面来了好多车。来了好多车，谁这么豪横啊？好像是四大商会的车。难道是那小子被四大商会的人斩杀了？怎么王先生为何没给我打电话呢？不是。 看就知道了，我出去看看。哈哈哈！果真是四大商会的人来了，果真是四大商会的人来了，王先生。 你们怎么来了？难道说杨毅那小子已经被你们给抓了？要真是如此，我裴家必有重谢。恭喜杨先生！杨先生，难道说？嗯 裴老二，咱们总算是见面了。杨毅，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王先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何没有杀了杨毅这小子，而且还对他这么恭敬？李先觉，杨先生可是镇南王的人，需要我们大商会帮助杀镇南王的师弟。你开玩笑？简直是一派胡言！老夫曾经见过镇南王一面，镇南王是东方小姐。 他哪里来的什么师弟？王东，你莫要被这贼子给骗了！哦，我说错了，杨先生是未来的镇南王，你让我们杀未来的镇南王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三弟，
你被他们骗了，一定是杨玉这小子许诺了他们，他们才不敢再去下手。有道理，王东，这小子给你许诺了什么好处？你这么帮他？杨先生的确答应了我，他说了灭了你们裴家，你们裴家所有的家产都归我们的商会所有。想灭我裴家，那就来试试吧。别废话了，老东西，赶紧把秦小姐交出来。给我把人带上来。杨毅，一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老东西，赶紧把人放了，我可以留你一条全尸。放人？你是在做梦吧？你要是不想见到这个女人死，就乖乖的听老夫的话，赶紧跪下来，给我孙子磕头道歉，然后自废丹田。听到没有？赶紧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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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毅，不要跪！老先生，你先别来正常啊！我不想。怎么？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难道你真想看到这个女人死吗？小子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人吗？慢着！喂，老爹这样不就好了吗？你跪下，老夫的耐心是有限的。你小子就是再强又能怎么样？现在还不是任由我们拿捏？小心！动手！放开他们！长时间，帮我照顾好他。老东西，你不是说我注定会死在这里？现在呢？小子，以为这就是我老夫最后的一击吗？错了，现在我。见识下我裴家真正的底牌，起阵，起阵！赶紧离开这里！快，受不了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你死定了！这可是自古传下来的阵法，定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我裴家陪葬。老东西，你以为你靠着这个大阵就能杀了我吗？你以为你赢定了吗？有本事你破了大阵，出来杀我！那我就如你所愿，忍九天龙怒。这是什么龙？仙人手段！这是什么仙人手段？杨毅，你灭我裴家，你不得好好死！臭小子，都打完了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啊，灭裴家都尚且如此艰难，若是我们现在遇上五大家族之首的曹家，会有几成胜算？师弟，若是你愿意拿神皇令去接受神皇打试，别说五大家族，要是那昆仑太行山的隐士师爷，可是可千万别，我可没那么大的志向，我呀。
只想跟几位师姐快快活活的过小日子。出息！你呀、啊，还是赶紧看见你那娇弱的老婆吧，她刚刚可是昏倒了。什么？一墨，一墨，是我，是我，你看看我，我是杨野。杨野，你怎么才来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相信我，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这是最后一次施针了，待会儿我会在你的毒鼻、吸眼、阴灵泉以及血海穴施针，针比上次大，你得忍一下。木木，木木，你想好站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了吗？我说大姐呀，你能不能不要在我施针的时候一惊一乍？有感觉了吗？有点酸。怎么样？麻。有感觉了，有麻的感觉了。现在呢？炸！啊！快要爆炸的感觉！怎么会这样？杨先生，这……你相信我，这都是正常现象。他。杨先生，这怎么会？这是……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木木，你以前会有疼的感觉吗？那就说明腿好了。来，站起来试试。我能站起来了，我能站起来了。你以后可以走路啊。月之气已到，当初的对赌协议上可说好了。怎么，这是要赖账吗？我早就知道那个小子没有这个能力，只不过是缓兵之计。秦祖荣，你虽然怕是说的，乖乖的交给祖师大的位置，让何少走去，说不定你还能有条活路。说不定你还能有条活路。废什么话？对赌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如果解决不了公司危机，交出滚出公司。现在好不容易何少愿意接手公司，那是你秦祖荣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真是没想到，当年一起和女儿打拼的公司元老，现在居然变成了名闻于世的东西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更何况你也说了，这公司是你女儿秦以沫和我们一起打拼出来的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行了，这合同还签吗？签签，我当然签了，这就签。我们董事会投票一致决定弹劾董事长之位，现在由我代理签合同。秦老爷子，有的时候一步错就是步步错，你能干什么？谁让你相信了一个山野村夫啊？你说我路都给你铺好了，你非要走那个泥泞小道，为什么呀？就一个字，选错路的人是你。
你的腿怎么？怎么？我的腿好了。你很失望。哎呦，爸，你先下去休息，这里交给我就好。腿好了又怎么样？你公司的危机不还是没你？还是要靠我爸狠心收购你。金姑，我劝你还是跟了我，至少这样，秦家大小姐还不至于沦落街头。这脏手爪子要放我碰他一下，他妈就给你剁了！你真以为你会点功夫就了不起了是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得罪佩家，就是因为这个狗东西。什么？是你？早就知道这小子居心不良，都没想到这一切都是你搞的。哎呀，那是我心软呐、啊！你们也知道我跟裴家关系很好，苦口婆心劝了很久，裴家这才同意的。只要我收购了公司，就听到了吗？秦永啊，何少这可是在帮公司，他背后的靠山可是裴家，咱们可吃罪不起。对啊，默默，你就看在我们一把老骨头的份上，让我们安度晚年，好不好？安度晚年，消息啊，靠山是裴家是吧？靠山是裴家是吧？不然呢？裴家的实力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我劝你现在啊，还是跪下给我道歉，再让我扇几个巴掌，万一我心情好了放你走了呢？我啊。你刚才不是说你喜欢抽巴掌吗？你他妈疯了吧！你小子发癫呢，居然敢动手打和尚！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。哎，你们这几个渣渣，要是再敢多嘴一句，我连你们一块打！好东西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裴家，你死定了！别打了，裴家呀，都已经被我灭了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裴家被你灭了。你是要笑死我吗？不信啊！我该信吗？裴家什么实力啊？啊，你一句话，裴家没了。哎，我见过吹牛逼厉害的，没见过吹牛逼像你这么厉害的。这话真他妈多，答问问。秦一墨，你的眼光是真差。哎，看上这么一个满嘴跑火车的玩意儿，真他妈眼瞎。事不宜逼自毙，你今儿我就打这个电话，我拆穿这狗东西的嘴脸。我让你心服口服，赶紧打！怎么样？着什么急啊？人家裴家家主是李万基，忙着呢。我现在就给公司打电话，再让你嚣张一分钟，行？那我也就多给你一分钟时间，让你最后再好好装上逼。喂，哎，是裴氏集团吗？我是何家的裴家豪。哎，裴老爷子怎么不接电话？你还不知道，裴氏集团已经破产了，三湘裴家已经被灭门了。什么？怎么说呢？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一定不是真的。我看来有必要让你清醒。雷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得罪你，我不应该得罪你吗？我求求你们饶了我，我求求你们饶了我。你决定了，我不再吃天津。好，我一定让你们看不见我。怎么，现在都不敢抬头看我了？我们也是被猪肉蒙了心。哎，是啊，默默，你就看在这些年我们对公司的付出，你有功劳有苦劳的份上。你靠他对手放我一马吧！我答应的事情会一件一件做到，也希望你们能谨记这次教训。若有再犯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同学，同学，三天后公司新品加入上市，到时候前十家合作的公司将会获得10%的股份。默默，你公司的那些股东，你还要继续留着。毕竟他们都是一路陪我走过来的骨干，家里的妻儿老小也需要靠他们吃饭。况且忠诚坚贞就在一瞬间，公司需要忠诚也需要坚贞，相互忠厚相互制约才能成长。
行啊，可以啊。他这平时跟我话那么少，一变身霸道总裁，这小嗑唠的是一套一套的啊。还不是因为你嘴太贫。我对你说的所有情况，都是八字背负的。公司这么多人了，我都看着都不好。南野，虽然这些话我说了很多次了，但我还是想说。你别谢我，你这隔三差五就谢谢我，我都感觉你自己会做事。我要谢谢你对我的帮助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够重新的站起来。要谢谢你给我的药方，让公司研发出新的药品，稳住危机。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了，所以。好，所以只能以身相许了。你要干嘛？我不行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现在就要爆发，我感觉我体内这个先天纯阳之力马上就要溢出来了。你是先天纯阴之体，只有你能帮我。啊，原来这就是你的命。我就说你什么都不图，帮我证明。你的狐狸尾巴都是冤枉的。我这里就是我老婆，